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你拍到车了，没关系。你要卖多少？今天场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天礼拜天加班，好不好？今天客人说只有礼拜天有空。我们来估，这台是1991年的，来，它羽田工业大发，台湾叫大发。好，然后这个是这个 G100 的993立方公分的排气量，所以它的税金是8000多块的，30岁了哈，1991年的，当时这个马力应该是60几匹的啦。那这是一个台中的粉丝网友，很辛苦，因为他说他平常要上班，我们都平常是下去嘛。对啊，对啊，然后讲一讲说啊，礼拜天我开上来给你好了，结果鬼给会弄来啊，所以我们就现在先估一下，先看一下这个。哎，很多人都说这个老师小师都买一堆啊，趁礼拜天会计没来上班的时候偷买啊。啊，先买再说，把老婆也丢在家里，老婆跟会计都不在，先买再先斩后奏。今天这一台我们再来估看看会不会又是12万。好，我看一下车啊，这个车我对它很有情怀啊。哎，每台车都情怀了哈，每台车都有情怀啊，没办法啊，谁叫阅人不是阅车无数，每台车我都很有感觉，就像这个遇到每个女孩子有没有，我每个都喜欢那种感觉啊。阿呆，如果你女朋友问你说啊，你睡过几个人，你怎么回答她？一个啊，只睡过你一个。骗人怎么可能？真的，其他的我整晚都没在睡。这个我小时候哈，我出社会第一台车子就是大发的，妈妈的买菜车，那时候叫做 MI16， 不知道吧 ？MI16 当初最屌的配备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4门电动窗，屌了吧？哦，那个行路拿来有没有？不是现在都会写一些比较屌的配备有没有？哦，4门电动窗，高质感铝圈，高级中控锁，就是驾驶座开，其他会跟着开呢，屌不屌？哦。那时候就有了，敷衍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以前那个老车驾驶座锁，你如果后面门都没锁的话，你要一个一个去锁。像这一台，我跟你讲，搞不好它就没有高级中控锁，因为 MI16 算是比较新的，大概1995年的，这是1991年的。好，我那时候 MI16 是1300的。等一下我们来看这台，我觉得它就是没有中控锁，你看哦，有没有？其他不会跟着动，有没有？所以它现在在锁着嘛，你要开你就要这样开。每片单独要自己拉。好，啊，你就要这样锁。先跟大家讲一个小技巧，我现在这边锁起来，对不对？门关起来，就锁起来，对不对？嗯。驾驶座锁起来，门关起来，它会跳起来，它自己跳起来，它会跳起来，所以它不会锁住。有没有？这是驾驶座怕你那个啊，把自己锁起来啊，钥匙在里面啊，所以驾驶座的门锁起来，它会跳上来。驾驶座要怎么锁，你知道吗？你锁了以后，拉住门把。这样，哦，这样就锁住了，有没有必备技能？阿呆，我上次讲过，当一台车来的时候有三把钥匙，是什么？一个地方一个钥匙。对，没有，刚来的时候他就强调是同一只，就代表什么？有看我们的影片，他跟我说我有三把钥匙哦，可是都是同一只，所以他这三只都是一样的。好啦，我们现在看外表好不好？这个车哦，当初比较诟病的地方就是它钣金不太好。以前日本车其实钣金都好不到哪去，什么喜美啊，包含 Toyota 都一样，该住该修的地方，时间到一定都会修啊。当然，它这个红色已经都没有光泽了，变消光红。消光红，然后这边明显的就是有钣金的痕迹，看这一点一点，这比谁调啊？这是钣金啊！但你有去现场看过钣金对不对？绑完是不是一点一点的？对啊，都是钣金的痕迹。然后这个底漆都已经出来了，你看这底漆，你看它漆多薄啊，它底漆这样一点点就没了呢，完全没有断差哎，它那个烤漆好薄啊。然后前面保险杆哈，买六回啊，这边有一个脚蹬破掉，也不知道怎么着的材料呢。啊，这个是他自己换过的铝圈哦，当初也是很热血，卡钳哦，喷成黄色的。哎，阿来这个卡钳有没有比摩托车还小？有，应该有。好，应该比摩托车还小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小一个。高级13寸铝圈，这奥托迈啊，对，跟摩托车一样大。哎，19年的胎，我跟你讲，哦，这边缺一个边条，哦，那时候最屌的唱链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真的。他这一批车都会做一个唱链，以前老旧的时代，很多美国车啊，也都会做这边唱链。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做了。我现在有时候看到这样唱链还蛮帅的，就是它后面不是一个完整的弧度，它是直接这样切过来。
盖住大概四分之一左右的轮子这样。美国车也很多，以前都有这样把它盖起来。Oldsmobile 啊 ，Oldsmobile 你知道吧？嗯。好，那个美国车，克莱斯勒之类的、啊，他们那一些老车啊、豪车都会做这样切过去。但现在看起来就还蛮有味道。啊，外观我看应该边框吧，屁股给你们观赏一下哈。现在最流行的。连贯式整条的，现在 Porsche 啊 Lexus 人家都做这样了没有？我们在三十年前就一条线了，试看看钥匙是不是同一把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顶感好的哎，看到没有？后雨刷的那个雨刷水在这里，它前后分开了，分开。哎、欸，不要他妈加油站他妈打开九五加班，哈哈，你塞塞转后雨刷的时阵。抓出来的东西，一类汽油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饰板好小哦，有没有？现在饰板都一整块，有没有？这饰板好小、哦，小小一条。哇，它后车厢站板，哎、欸，这是原装的呢，这原装的呢，这不是自己改的呢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，这应该就是自己塞的，因为可能怕这个在后面跳，哐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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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他自己这边还做一些垫子，这是曾经爱过这个车。然后他现在车上是赛车方向盘，你有拍到？然后他把原厂的也附来了，然后车上换了 Pioneer 的主机哦，这边应该也是原装的主机都还在，原厂的脚踏垫都还在，你看这多有爱。然后第三刹车灯哦，这个应该是验车被尿，因为以前车没有啊，有没有？哦，对，以前车没有第三刹车灯啊，那么验，哎，我觉得这个也是监理站的啊，我去验啊，我出厂就没有，你逼我一定要有一个，所以只好自己拉，对啊，不是每台车以前没有规定一定要第三刹车灯啊，所以这个一定后来验车被尿自己去加的啦，我猜啦，我猜是这样。这个车哈、哦，不要说情不情怀啦，但是讲哈、哦，我出社会第一台车就我妈的，对不对？开我妈买台车出去把妹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时候。念大学有台车开应该蛮秋了吧？不是现在，妈现在大学生都开保时捷，看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有对不对？有啊，开宾士双 B 很多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妈，我那时候开我妈大发 MI16 就把妹了，那是在台中哦，台中火力发电厂、台中港、万高寮、大肚山，知不知道啦？不知道，我不是台中人哦。真正啊，我跟你讲，高级把妹圣地你都不知道。还有另外一台我也很想收集，中华多利800，长得越高壮的人越喜欢越小的东西。这边有两个拖车钩，哎，为什么两个？看，我哎，这只小好小，我没有讲什么，你干嘛？你有要讲什么？我以为你说你塞得进去，很细，我塞不进去。这泰山哦，泰山对泰山来讲太大，可是很可爱啦。我记得那时候它消音筒都一个小小的而已，比摩托车跟摩托车差不多。哎，事实上它排气量跟摩托车差不多啊，900多而已，没有差很多啊。我来拉一下引擎室好了，它这个门开关好像有点。要有一点花一点力气哦啊，这个高级手拉天线啊，这很多老车必备的，可是很多老车已经拉不出来了啊，这还好的，那时候开车就是要左手伸出来这样拉嘛。 MI16 行路还有一个屌配备，电动伸缩天线，屌了吧？它是怎样发动它就会自己就伸上来熄火收起来好啊，如果那个天线的轴歪掉了，你就听到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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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升不起来，抽不起来，没抽你知道，没派你知道，高级手摇窗，可爱，永远不会坏。哎、欸，老车也是一样，看引擎盖换过，看不到贴纸就算了，对不对？这边有没有？这边软胶螺丝都拆过。哎、欸，可是它这個，哎、欸，它这里面都有灌发泡，你有看到？有没有？这里也有，那么这发泡剂啊，有没有？嗯，灌在里面。它有根管子插进去，然后你一按就像刮胡泡一样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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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然后就一直灌进去，等它干了，它会一直膨胀，一直膨胀，一直膨胀，变成像保丽龙这样。这个是以前小时候要做隔音的时候，也常会用发泡灌出来是一体状，然后它就慢慢的膨胀干燥，就变得有点像保丽龙这样。这一台那时候叫做生活大师，生活大师有啊，那时候什么银翼啊、祥瑞啊，还有大发，还有什么，好，反正就这样，这个叫生活大师就对了，名字取那么长，哎，好可爱哦，你看也没有漏油啊，一目了然。好像没有什么多余的配备可以看的，这要看什么？好空哦，这是变速箱吗？看，这真的可以当那个机械的那个教学用的，这可以送去学校教学呀。传动轴就在这边，有没有？防尘套很漂亮啊，这边也一只，刚才一目了然。哎呀，好小的发电机哦，看这发电机好可爱哦，超小颗的，有没有？嗯，三缸，哦，三个那个点火线圈，哎，写日本字哎，台命打贝鲁多正时皮带，吼、哦，哎。我是不是真的会日文？我是不是真的会日文？会一点吧。你看，我刚刚说台命打贝鲁斗，对不对？台命 belt 正时皮带。
好、哦、啊，交换汉字我不会念，坦白说。哦，哎，那我也佩服，我妈我不是泰山那种糊弄的，我跟你讲，搞不好问他交换怎么念，他搞不好他都不知道。哎、欸，看完了，可是他那装好漂亮，你看他那装，我觉得他那装好漂亮，你看他椅子干干净净，这是原本的。对啊，原本的，有没有？你看我最喜欢的绒布座椅，他那装真的保持得很好。以前的这个防盗怎么防盗，你知道吗？下车的时候按这个。好，然后放在这个盒子，再附一个盒子，拍音啊，有没有？带回家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有盒子。时代的眼泪啊！插回去要先插左边的卡榫，然后再把右边压进去。哎，二号球，你有没有打中球？打过啊。打过跟会打是两回事。你认识赵峰邦吗？谁是赵峰邦？杨清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阿美姐你认识吗？谁是阿美姐？不好聊，难聊，难聊渔港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在新竹？没有没有，在桃园。好，就你啊，难聊。好，发动，一发就起来。他这里有 Q New， 之前介绍过吗？主风门这里有没有？对，之前介绍过吗？那你刚刚有拉吗？我刚发动没拉。啊，他有跟我讲，他说冷气现在是没有作用的，现在开冷气完全是没有冷风的。然后，哎、欸，好干净漂亮的时钟，你看。好陡啊！哎，老车就这样，好不好？风情、风味，然后你看它的那个雨刷开关在这边很帅。好，现在后面在刷，这后面的有没有？我觉得好帅哦！你不觉得开关就按的就喷水，不喷的哈？没水。好，哎，你看它这边是用机械式交换，你看有没有？帅吧？蛮酷的。全机械式，好啊，前面的雨刷一样在这边。干好慢哦！这雨下大一点，这雨下大一点，刷不干净吧？好，不要干刷，不要干刷。然后这边也有，这个是电热的，也是用机械转，它有做一个对称。它这个圆盘有对称，这边有一个后挡风玻璃的加热，所以它这边左右各做一个可以旋转，非常的对称，非常的巧思。然后这个应该原本没有，这不知道是加装雾灯还是什么的开关坐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哎，二号球也不错。这个大小就跟我们上次讲那两颗球一样，一般都用 Nibo 啊，为什么用二号？好啊，它的那个警示灯是也是机械式的开关，是这样，双黄灯，对啊，很可爱。以前哎，没有动力方向盘，妈有够重，干！我靠，二头肌，我跟你讲，开这台 man 呐、啊，女孩子坐旁边这样，哇，展示你的二三头，还是穿无袖，哇。啊，这样会不会太明显？不是，我说如果穿无袖，然后这样会不会太明显？太做作，太做作。哎、欸欸、不好意思，我转弯一下。好，哎呦哎呦，S3没有。天棚塌下来，不过它因为它这里中间有车嘛，嗯，所以就会变成有一点像那种有没有装潢的，有没有一层一层的波浪有没有？所以好像也无妨，不用理它也无妨。我觉得这台车在外表弄一下，冷气用一下，引擎装弄一下，可以来当一台便携车。哎、欸，这开出去蛮屌的，如果你弄得漂亮漂亮的，路上你如果看到一台这个亮亮的，你会不会看多看一眼？会啊，应该会对不对？你想说那什么车对不对？个十，哎、欸，这开28000公里，真的假的？怎么可能？我查一下，这个他说他在30年的车嘛，他说他开了11、12年，他也是买二手的，对，所以他也开很久了。个十百千万，真的没有红字了，不买吗？真的假的？不少不买吗？那既然这个每台车都有情怀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就先去了解一下。哎、欸，我上次已经有交代大家不要骂前车主，你知道这种东西是欢喜做甘愿受，好、哦，欢喜走甘完修啦，甘愿受嘛。我觉得当我觉得它有那个价值，我才会买，我不是笨蛋啊。我知道那个粉丝朋友都很替我着想，可是有时候真的看到这种东西，就是会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。那我们就一样，我先去跟车主了解一下他要卖的价格，跑20000多，1991年的大发的生活大师，买了这个保证让你成为生活大师。我去看这个生活大师要卖多少钱，我再回来跟大家报告，好不好？好。哎、欸，好了，瞧好了，快！这个车我们最后成交价格是多少？多少？10万内吧。20000块。哦，还好了。人间处处还是有温情，所以这个最后我们成交就是20000块钱。会不会差太多？一个12，一个2。不是，那不一样的东西啦。是不是谁的？什么谁的？都没看到客人。
走进去又走出来。你讲遐留言讲，咱这拢无看人家拢说安尼哦。对啊。哦，看到讲讲恁家，哦，你们这妈的这些高级酸不是啊？那个高水准的那个观众群们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妈 C 是不是？我今天我就问一下，我去跟客人协调一下，他要不要入境？看到啊，他不入境我没办法、啊，因为大部分来卖的，他怕卖太贵被网友干掉、啊，他谁敢出来？今天两万可以了。两万可以吗？搞不好有人说，干这两万这三千给我都不要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可能？哦、有对不对、哦？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啦。毕竟我在这个行业里面，好、哦，我还是会去分辨一下，说哪一个车的价值感到哪里，也许是主观的，其实也有包含市场上的。比如说我举例好了啦，这台车如果他当初跟我讲十万，我可能也不会买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并不是说它没有那个价值，而是这个是市场上接受度的问题。比如说一台老 Toyota 的车系超过十万块，可能有人会买，但是这个超过十万，我觉得有点困难。我去跟客人协调了，黄先生对不对？刘啦，干金刘，有没有？是不是 C 的？不知道。你等一下后面后台可以领便当，还有那个车马费。刚刚去随便抓一个人来出演，这样没有人家对车很了解，好不好？你说你这个当初接手几年？有18年到现在。啊，没有东西方向盘开起来不很累吗？其实还好，反正习惯就好了。停车的时候不是那个，就是等下这样弄起来，然后不会啦、哦。你老婆就觉得哇，好 man 哦，好不好？他会开，他会开，他开动。对，他会开。哦，结果是只有是他老婆。啊，你当初是最对这个车特别有感觉吗？还是就刚好遇到这个车就买了？算是刚好遇到这个车，买了以后才研究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车上面你回来什么有什么是你去弄弄东西的？因为我刚刚看到一些弄弄东西的东西，大多都拔掉了。是，你真的有弄弄东西？有有，真的有，例如喇叭什么之类的那种。哦，你都有去换，自己换的还是给人家换的？算自己换的。晋升有车阶级的一个第一个老师就这台车嘛，因为你就是从这个车里面边坐边学的嘛，就跟我的第一个老师是谁你知道吗？那个范导爱嘛，哦，启蒙老师还是苍老师？哦，苍老师不一样，我们的年苍老师，哎哎哎，喂。我是叫他回的地方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好，苍老师是你们的年代啊，他的年代又不一样了，应该不一样。好，阿呆，那你年代是谁？白石茉莉奈吧。没啦，白石茉莉奈不是。波多野结衣还没有。干，谁在跟你讲喜不喜欢的事情？我是说时代，刚开始了解这个区块的时代是波多野，是不是？好啦，他俩公爱阿姨，因为我看这里面有灌发泡啊。哦，这你灌的，对，这你贴的。对，这我贴的。其实我对这车有感觉，因为我第一刚考驾照的第一天开的车就是这个，但是是后几代的 MI 十六的哦，95年的新向哦。那还有讲一个新向，我刚刚有讲祥瑞新向哦，还有银翼啊，这些生活大师。可是1300在台湾就比较不吃香嘛，因为它税金刚好超过1200。我看引擎室是比较没有改什么东西啊，避震器你有改过吗？还是这是改装的避震器？哦，你这个是改装的避震器。哎，我看上座不像啊。你摇就有感觉啊。哦，对，我看到了。对。那不就蛮跳的，但是又比死硬好一点点，因为这车很轻啊，你如果太硬的话，可能整台系列，加城市猎人一台车，你知道过弯快的话，哎呀，哇，会两个轮子这样翘起来。啊，你想要有二号球？那时候刚好买得到直直二号。哦，我想说怎么不是九号球？所以你每天都有开吗？还是不一定？没有，每天开。对啊，每天开也不可能28000哦。它这个不值的啦，我手上应该开了有11000。哎。那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有趣咯，为什么监理站查起来就是20000多？因为它表不动了。不是表不动，它个十百千万没有10000嘛，到底它就重跳。啊，对，绕一圈了。哎，绕一圈。哦，它这个啊，我知道，刚没去，它仪表板设计只有到99999，所以你超过以后就重新计算。嗯。所以这个应该是绕一圈以后又变成。2万这样，2万，对，好，所以了不起11万多而已，12万呐、啊，哎、欸，可是这样很神奇啊，呆，那这样为什么监理站没有秀红字？因为不算调表。他如果上一次登记，比如说是8万，就绕了一圈，现在又变10000了，为什么没有秀红字？这算 bug 对不对？这个车我刚刚讲还有一台车多利，中华多利我也很喜欢，多利又更小一点，800，对，如果有机会遇到，我也想要买一台。所以你跟我喜欢的东西差不多，有点类似、欸。那时候就有六四分离，你看一下，你给我看一下，这个拉起来，这个拉起来，有没有？棒！啊，你换什么车？我换 Bino 中古的。对。哦，难怪。我想说，如果换新的，又旧换新，又5万。哎、欸，可是本田那么贵，你干脆为什么不买新的，然后就可以旧换新？要换的时候已经停产了。
啊，对哦，对啊。啊，你怎么会找到想要把这个车卖给我？因为我看到你那Wagon 12万，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在讲说，干那个买12万，我的小红2万都给他了，这样。哎、欸，你看这好人，不要说Wagon啊，我们每一部片之后哦，都会有一些人哦跑来问哦，他说啊，小师啊，我跟你讲我的，比如说你买12万啊，我都卖你10万就好。可是其实殊不知啊，他的车更烂，里程更多，你懂我意思？很多老车都会找上我，可是他们可能会搞不清楚我收跟不收的那个标准在哪里。很多我就直接跟他说我不收了，真的啦，这是有时候收。车还是要看缘分看感觉。刘先生又一趟路从台中举家开两台车上来给我，然后等一下去台北玩一玩，所以不能耽误他太多时间，然后再回去。阿呆，你说这个2万我不买，我还是人吗？是，看哪里买来几天啊？哎呦，哇，呆哥就来管你啊！哦，我去领钱呢哦。哎，这个是不是没有第三刹车灯被瞄，然后再粘上去？没有，是它原本有一个第三刹车灯，可是原本不是没有吗？是没有装上去的。有，但它没有装上去啊。我觉得开高速公路这样好像原本有第三刹车灯吗？没有，它有一个第三刹车灯，但没有装上去，它是没有装的。在哪里？这放在这边？哎，这里这个位置。哦，原本有一个扣盖，但是没有东西。哎，它有扣盖，也有灯泡，但是它是放在里面，它没有装上去。哦，掉了。应该也不是掉了，我看是没有装。所以它是验车用的那个第三刹车灯。你知道我这车，它当时的法规问题，所以是不用有三煞。哦，是哦。而且这个车后座没有安全带，你仔细看，后座没有安全带，然后也没有三煞，那时候法规是不用这两个东西。所以你去验车没有，他不会鸟你。不会，他说这个我自己家装吗？我说对。他说你这个车没有三煞没关系，这样。哦，哎呀，所以我错怪接警站，他们有与时俱进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以前没有，你鸟我就没意义了。这个要我们要鼓励一下，真的，这哪鸟我都不会输啊。好啦，今天很谢谢刘先生哦，这个大老远全家为了要把这台车交给我，他也跟我说了，他也舍不得报废了。这个车也真的是有感情。那这次我们真的是比报废价高一点收啊，这个车那么轻，报废可能剩8000而已，还6000而已，那再补个税嘛，然后身上剩3000-4000，来我们就直接把它处理起来。祝你们这个全家平安顺心，好不好？我们对遇到好客人，我们就要祝福他，好不好？遇到卖太贵的，我们就回家做一个草人啊。因为不行，我们在服务业，好不好？五倍多虾，不倍干虾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订阅不讲了，自己订了，好不好？每次都要人家讲，烦死了。反正有一天看不到影片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会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订阅。很多人说，我好怕小师跑路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更怕。哦，你说你啊，你更怕？你跑路我怎么办？不用，你别的地方还有人收留你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人都担心小师是不是这样说会跑路。我跟你讲，真的要跑路。I was born up in the mountain, raised by an old grizzly bear. I was born up in the mountain, raised by an old grizzly bear. I was fed by Mother Nature, and I breathe fresh, clean, natural air.I rose up with the sunlight and the moon, she called me to sleep. I rose up with the sunlight and the moon, she called me to sleep. 真爱，你看到他们在一起多久？他们买车多久？买车多久就在一起？哎，那现在。不会啦，我让他继续活着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没事了嘛，好不好？不要想太多。讲每台车真的就是回忆，买情怀，买回忆啊。人家卖，你看你舍不得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用2万块买人家的回忆，很便宜吧？太便宜了。我公司的车每台车都有我的回忆啊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加钱来跟我买就好了，每台车都有满满的回忆。好，谢谢啊。